星张颖颖因和汪小菲不断传出绯闻，近日发文表态，一直保持沉默不代表是事实。被网爆了这么久，我还是不想伤害任何人，但我也不想替任何人背锅。此文一出，马上引起关注，而有网友来问道：一个抛妻弃子的男人真的可靠吗？他也亲自回复：当然不，所以我并不会选择。且还有网友直接写下：汪不愿娶又开始做了，这次又想什么了？坦荡荡就开评论正面回应啊。张颖颖则强硬回复了：他娶谁会嫁？我的天！不过还是有部分网友认为这些事情都没有被证实过，不要随便下定论，更不要人身攻击。